台中呢间酒店离草悟道审计新村国家美术馆只是数步之遥，建筑外观正正方方，夹杂菱形窗框，网民话始终纽约 Upper East Side 的豪宅，170间客房必住是顶层的星光客房，空间感十足，设计简约够舒服，最正是有个特大玻璃窗，不规则设计够有型，还可以打卡，日头可以瞓喺窗边欣赏街景，夜晚又可以睇星星，疏干又浪漫。中间嘅玻璃窗可以睇风景，咁下面嘅细窗又要嚟做咩？其实咧就好似七巧板咁可以砌噶，我俾你试下先。呢度嘅浴室咧仲有好大嘅窗喎，仲要系屋型嘅添啊！啲衣架好特別喎，原來咧係呢間酒店專登揾人設計㗎。另一間房型面積約300平方尺，設計同樣以白色為主，乾淨利落，景緻亦夠開揚，望到大片草地。餐廳 Sibra 提供早午晚三餐，早餐係自助形式，午餐係意大利料理、Pizza、Risotto 等等，仲會加入台灣在地食材。呢间餐厅咧主要食意大利菜嘅，但系咧都会加入好多台式嘅元素嘅，就好似呢个蚵仔煎 pizza 咁啦，仲有一支好在地嘅东泉辣椒酱添。酒店亦有健身室，每晚11:00闩门，饭后唞完先嚟做 gym 都得。呢度咧除咗单车机同埋跑步机之外咧，仲有个射篮机啊，一路做运动一路射篮球。酒店室内同室外都摆咗唔少艺术品。